Well, hello everyone.大家好。And we thank Pastor Shi for his lesson this morning. 我们感谢史牧师今天早上的课。This evening, I mean. 对于大家来说是晚上。Okay. So we know that the Olympics are taking place right now. 我们知道现在正在举行奥运会。So one of my ideas was to present 1 Corinthians 9, 24 to 27. 我想一个想法就是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第9章24到27节。So we'll take a look at what I have on this chapter. I haven't gone through the whole chapter, but I have different parts. So we'll just go through this PowerPoint. 所以我的讲义当中呢，并不是针对哥林多整个第9章的解释而是其中的一部分。Okay, so we will take a look. Would you like to lead us to pray? Yes, Lord, thank you for the Olympic Games that are going on. 主啊，感谢你，让奥运会能够现在进行。That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many people. 主啊，这对于我们是非常好的机会把福音传给许多人。We pray that you would send many missionaries into the crowds to share the gospel. 愿你将很多的宣教士差遣到人群当中分享福音。And maybe people who would never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gospel would come in contact with it now. 也许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会有机会接触到。We pray also that we can gain some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an athletic competition. 也让我们在运动竞技当中得到洞见。We thank you for this time together. In Jesus' name, amen. 感谢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纲要：哥林多前书第9章由2部分组成。9章1到14节，保罗说他是一个真使徒，因此他有权得到哥林多教会的经济支持。9章15到23节，保罗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放弃了他获得经济支持的权利。Actually, I should say up to 27. The chapter ends at 27. 这一章呢是一直到27节的，所以第二点我会改成9章15到27节。对自由的限制，《哥林多前书》9章的中心主题是保罗为了他人的缘故，限制了他在基督里的自由。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它指的是被赋予圣洁生活的能力。本章的几个重点：一、保罗乐意放弃他的权利。哥林多前书9章1到14节，保罗再次确认他是使徒，这是第二点。为着福音的缘故，保罗拒绝使用他作为使徒的权利。三、保罗的劝勉是为了福音的目的而自治，他是自由的，却为着别人的益处而做众人的奴仆。Okay, so we'll begin reading. We're going to actually read the whole chapter, but I'll only speak about certain parts of it. 整一章呢，我们都会读一下。解释的话呢，会选取一些段落来进行解释。Okay, so what I would do is read up to like 1 to 14. 我们现在读1到14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捶苦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
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治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第1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这一章的开始，保罗语气强硬，他希望哥林多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完全认同他。一，因着福音，保罗当然是自由的；二，保罗当然是使徒；三，保罗见证了复活的基督；四，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Wait a second, that's so strange, this one. Okay. 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哥林多教会中有人自封为审判官，评价保罗的侍奉。这里保罗听起来与他在哥林多前书4章3节中说的相似。哥林多教会判断保罗是缺乏修辞法的。保罗故意不让自己用技术性的演讲和口才，让人觉得他了不起。他传达的信息简单明了，对教会的精英来说，听着平平无奇。保罗不符合了不起的教会领袖形象，正如哥林多教会所看到的那样。一、保罗说话不用雄辩的口才，虽然他肯定能；二、保罗从事卑微的劳动，虽然他不需要这样做；三、保罗没有大胆地行使他的权柄；四、保罗没有结婚。哥林多教会以世俗的眼光看待保罗，因此忽略了保罗隐藏的内在美，以及他为神国所做出的成就。I think this is an important lesson for us 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功课。because often we do judge Christian teachers based on worldly standards. 因为我们常常根据世俗的标准去判断，近前的教师。We want to know if they have a PhD. 我们想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博士学位。We want to know if they've written certain books. 我们想要知道他们有没有读过一定的书。We want to know if they speak at conferences. 我们想要知道他们的说话，是不是自信？Now, of course,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having a PhD and publishing books. 当然了，出版书籍还有获得博士学位并没有错。And in fact, if those things are to Jesus' glory, then they're valuable for God's kingdom. 而且为了主耶稣的荣耀所做的，在神的国里就是有价值的。But we don't want to be blinded by those things.但我们不想被这些东西弄瞎了眼。We w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many who have the heart of Christ, 我们想要明白，有很多人有着基督的心，and they have the wisdom of Christ. 他们有着基督的智慧。But to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ey look as though they are nothing. 但是对于他们周围的世人来说，他们看上去一无所有。And so Paul deliberately made himself of little consequence. He made himself of little notoriety or of little所以呢，保罗就故意令自己看起来不起眼，because he wanted to make the gospel to be amplified. 因为他想要福音得到放大。So if Paul had particular abilities, or if he had particular accolades,所以他如果有某种能力，有着雄辩的口才，he discarded these things so that Christ could be glorified. 他却放在那里不用。因为让耶稣能够得到彰显。第4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保罗说了他所拥有的许多权利。
例如，他有权娶妻，并让教会予以保罗夫妇经济支持。然而，保罗却选择放弃他的权利。保罗提到其他使徒，包括基法，可能表明教会已经形成了派系。这些派系可能在哥林多信徒中强烈反对保罗。应用那些委身的全职传道人或牧师应该得到教会的支持。然而，出现了几个问题。一，并不是所有自称是全职服侍人员的都是真正被神呼召的。二，在现代社会，通常很难界定一个教会的成员是谁。三，如果一个人的薪水是由教会支付的，那么在需要对峙教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困难。So Paul chose not to be supported by the Corinthian church.所以保罗选择。不受到哥林多教会的经济支持，Instead, he made himself a tent maker. 他让自己支搭帐篷，Now, this would have been menial labor. 这被认为是卑微的工作。And to the Corinthian church, this was not the impressive appearance of an apostle. 对于哥林多教会而言，这个不是作为使徒，具有吸引力的工作。But Paul's intention was that he would work to support himself但是保罗的意思是，他要用工作来支持他自己，so that he would never be a burden to any church. 这样他不叫自己成为任何教会的负担。He also wanted to be sure that he offered the gospel for free, 他也想要确定他是白白免费的传福音的，never asking anyone to pay for his teaching. 从来不问任何人要他的教导所要酬劳。And this was to model the free gift of the gospel. 这是为了效仿福音，是白白的礼物。So Paul's bigger point is that he had rights. 所以保罗更大的这个重点就是，他有着这些权利，And he could have imposed those rights. 他也可以行使这些权利。But he chose to give up his rights for the greater purpose of the gospel. 但是他却选择为了福音这一更大的目的，放弃这些权利。是否应该有更多的牧师像保罗一样支帐篷？You know,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question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because there are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to being a tent maker. 做一个支搭帐篷的人，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The positives are that it allows you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control over your own finances. 正面的就是能够让你对自己的经济。有一些掌控，And it may also be an evangelistic field where you can spread the gospel to your coworkers. 而且也有可能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合场，可以向这个同事们传扬福音。But some of the negatives are that it takes some time away from your ministry. 但是负面的就是它会剥夺你做事工的时间。You know, we have seminary students that we train. 我们有一些我们所训练的全职同学，And my feeling is that many of them should consider full-time ministry. 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应该要考虑将来全职服侍。But also being a tent maker may be a valuable approach. 但是做一个支搭帐篷的，可能也是一种好方法。Okay, now we're going to go forward. We'll continue reading 15 through the end. 现在我们从15节读到最后。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要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真甚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第十八节，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保罗愿意免费传福音，他也愿意与社区的工人、与社区的工人阶级交往。这样，保罗他愿意做出任何牺牲来推进福音，由此证明他是个真使徒。他愿意舍弃一切权柄，使基督得荣耀。通过不收费的提供福音，保罗塑造了福音本身的范式，它是白白出于恩典的礼物。保罗的论点尤其会激怒哥林多教会中更有影响力的成员，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保罗敦促这样的成员克制自己，坚持让福音做他们的主要焦点。Yes, to the intellectual elite, 对于那些高智商的精英们，Paul just simply looked weak. 保罗就是看上去软弱，His lifestyle, 他的生活方式，his manner of speaking, 他说话的方式，his choice of profession, 以及他选择职业的方式，he just didn't have the impressive look of a apostle. 他没有那种了不起的作为使徒的外貌。And in their mind, that made the church look weak.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这样的保罗使得教会看上去软弱，But Paul is trying to tell them it's the exact opposite. 但保罗却告诉他们恰恰相反，It's actually making the church stronger. 其实是在使得教会更坚固。Because Paul is showing the servanthood with which he approaches his ministry. 因为保罗对待他的事工体现了他的仆人之心，He doesn't see himself as better than any other Christian. 他不把自己看得比任何其他的基督徒更好。你享受什么权利？一、权柄；二、经济支持；三、尊重。你愿意像保罗一样放弃自己的权利，好把福音传给别人吗？你也愿意在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中间放弃你的权利吗？那些在教会中拥有一定权力的人，应该愿意放弃这些权利，以便兼顾整个基督徒社区。22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I think it's interesting that Paul says, I actually became weak.我觉得很有意思，保罗说：“我要做软弱的人。He doesn't say, I acted in a weak way.”他没有说：“他行的软弱。”In other words, he made himself a servant. 意思就是说，他让自己做仆人。He put himself below others 他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下，so that he could win those who were weak in their faith. 叫他可以赢得那些信心软弱之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愿意为福音舍己，因为他确信自己也会借着福音在福音里活着。Okay, now we get to the section that I really wanted to focus on, which is the last three verses. 这最后的三节是我真正想要关注的重点。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保罗用2年1度在哥林多举行的运动会做比喻，这个类比体现了保罗的修辞天赋，用福音术语重塑文化用语。因此，保罗通过基督徒的世界观看待每件事。所以，保罗拿赛跑打比方，解释如何用生命服侍基督。所有的基督徒都参加这场比赛。不管他们想不想，
请注意，保罗既没有谴责运动会，也没有劝阻基督徒不要参加。保罗希望他的听众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看待这些禁忌，这个层面是他们在基督里永恒的身份。当一个人看到运动员竞争和比赛时，从永恒的时间框架去思考，所以基督徒在赛跑，但不是带着有形的奖励用身体赛跑，基督徒带着天上的奖赏进行属灵的赛跑。I think this is Paul's point. 我觉得这是保罗的重点。He said, "You see those runners running in that competition. 你看到这些参加赛跑的运动员们，Consider something about their lives. 想一想他们的生命，They make big sacrifices to compete. 他们为了增进付出了很多。They have to forsake the desires of their body with what the body wants to do." 他们必须要放弃他们的肉身想要做的事情。But only one of them will get the victory. 但是他们中只有一个会赢。He said, in a similar way, we as Christians are also running a race. 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们也是在赛跑。And in that race, we also have to deny our body what the body is craving. 在这场赛跑当中，我们也需要去否认我们的肉身想要的。He means we have to make sacrifices. 他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做出牺牲。We have to be willing to endure pain 我们要愿意忍受痛苦，and various trials. 以及不同的试炼。And we also will complete that race. 我们也将要跑完那场赛跑。But here's the twist. 但是这里是一个扭曲。In a worldly race, only one gets the victory. 就是在世俗的赛跑当中，赢的人只有一个。But for Christians, all who are faithful get the victory. 但是对于基督徒们，所有有信心的人都会赢。So, in a sense, all Christians will be victorious.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得胜。And I think his point is help the other Christians around you in running the race. 他的重点就是帮助那些在你身边的基督徒们去跑这场赛跑，Pull them along so that we all get through the finish line. 带着他们一起跑，我们一起冲向那终点。赛跑在希腊语中是。意思是向前冲。保罗将赛跑全新的解释为将福音带给他人的迫切。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希腊语奖赏的词是。这是指给比赛获胜者颁发奖杯。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赛跑需要极大的努力和毅力。基督徒受到呼召，要坚忍地奔跑，使福音得以传扬。使徒保罗之所以肯这样劳苦、牺牲、奔跑、奋斗，乃是因为受到前面神所要赐给他那荣耀奖赏的吸引。这奖赏不是别的，正是得着丰富的基督，因此这奖赏成了他一生的方向，这奖赏也是他最终荣耀的冠冕。凡教理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希腊语节制是指的是自我管束并限制自己。Yes, if you've ever competed in any kind of athletic competition, 如果你曾参加过某种体育竞技，you know that you have to carefully control your diet, 你就知道你需要很好的控制饮食，carefully control your sleeping, 很好的控制睡眠，you have to exercise and practice. 需要运动训练。Often your body is telling you to stop, but you have to keep going. 你的身体常常叫你停下来，但是你需要坚持下去。You make all of these sacrifices你要做出这么多的牺牲。in the hope that at the one moment when it really matters, you will be victorious. 希望在那关键的时刻，你会成为得胜的人。世界上的竞争者通过严格的训练赢得世上的奖品，基督徒也被呼召通过严格的训练赢得天上的奖赏。要赢得这个奖，就必须有一颗全力以赴的心。
如果一个人没有想赢的心，他怎么赢呢？Yes, you notice that athletes have to be completely focused on the game. 注意，运动员们在比赛当中需要全神贯注。In a certain sense, Christians also have to be completely focused on Christ. 同样的，基督徒们也需要全神贯注地注目主耶稣。And completely focused on their heavenly citizenship. 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他们天国的公民这一身份So里，they don't get distracted and pulled off of the racetrack. 叫他们不分心，不会，使得任何东西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使得他们偏离跑道。赛跑者为了赢得比赛，需全力以赴；信徒在侍奉基督的历程上，也应竭尽全力。此外，凡想赢得奖赏的人，必须排除一切阻碍。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若我们缺乏自律和自制，我们将失去祝福，并最终失去冠冕。Now, I want to be careful because I don't mean that we can never lose our salvation.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从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But we can forfeit crowns if we don't run well. 但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竭力奔跑，我们可能会失去冠冕。But what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may be holding you back? 也许正在阻挠你的事情之一是，What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may be distracting you? 什么样的事情正在阻挠你？什么样的事情正在使你分心？And what are some of the obstacles that seem to be too great for you to overcome? 又有什么样的困难似乎？太大，让你没有办法克服呢？My encouragement to all of us as Christians 我对每一个基督徒的鼓励是：is just as Paul has said, she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are holding you back from the race. 就像保罗所说的，就是放下所有一切在赛跑当中，的这个阻力，Don't allow yourself to be distracted any longer. 不要再让自己受到干扰。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能坏的冠冕是什么呢？在正式赛会中得胜的，赏以树枝编的桂冠，不几日这个冠冕就会枯干。因此，保罗使用能坏的冠冕作为隐喻，因他知道哥林多人是熟悉运动会的，不会长久的冠冕包括一人的赞美，二世界的荣誉。三、世上的财富；四、属世的坚守自己的权利。Are you wasting time pursuing these things? 你有没有浪费时间在追求这些事物上呢？And in wasting that time, are you forfeiting a far greater crown? 当你浪费时间的时候，你又是不是在舍弃更大更美的冠冕呢？Or in other words, are you wasting your energy on things that are not the right race? 你是不是浪费精力，在错误的赛跑中呢？So think about this for a moment. 我们可以想一想，Are you climbing ladders of success你有没有爬一个成功的梯子？only to find that the ladder was against the wrong wall? 可是到头来却发现这个梯子靠在了错误的墙上。Many Christians are climbing the wrong ladders. 很多的基督徒在爬一个错误的梯子。基督徒被告诫，不要追逐会褪色、会枯萎的冠冕，而要追逐永恒的冠冕。腓立比书3:14，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提摩太后书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不能坏的冠冕是什么？就是天上永远的义，以及有着永恒荣耀的冠冕。保罗激励基督徒要为神的国做工，成就那永不灭亡的事。这样的成就需要舍己。人得救之后，
神就让他为了神国效力。基督徒的一生乃是一场赛跑，这场赛跑并不是为了得到永生，赛跑的乃是已经得永生的人。赛跑结束后，有的基督徒得到冠冕，有的得不到。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无定向指没有目标的乱跑。基督徒的生命要有一个独特的目标，他的努力都朝向一个特定的结果。狡猾的撒旦常常提供很多看似不错的事物，代替神的计划，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致我们失去目标与方向。信徒不得不小心，以免脱离神为他们设立的跑道。So think about this.想一想。Every time you say yes to something, 每一次，当你对一些事物说“是的you must say no to something else. ”，当你对一些事物说“好的”，你就必须对另一些事物说“不好So, what I mean is, every time you take on some responsibility, ”。意思就是每一次，当你承担一定的责任，it means you must forsake other就responsibilities. 意味着你必须要放弃其他的责任。That's why every Christian should live carefully, 这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慎重的生活？asking himself, is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the best use of the time God has given me? 问自己，我现在所做的哪一些事情是最好的利用神赐给我们的时间呢？Or am I saying yes to something which I really should say no to? 还是我正在对一些不该说好的事物说好？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世俗的斗拳把对手当敌人，但保罗说到一种攻克自己肉体的竞技。为了达成永恒的目标，你必须先打败自己，制服肉身。这来源于首先顺服基督，在传道之前必须先行道。基督徒不是字面上的攻打自己的身体。保罗的意思是，一个人愿意为了神的目的、神的工作的目的，放弃自己的舒适和需要感。基督徒甚至不考虑自己的需要，他不断地否定自己，使自己在神的工作中用处更大。一些伪基督教的传统主张用苦待身体的方式。作为获得圣洁的手段，这不是圣经的观点。基督徒不会主动滥用自己的身体，这样行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即使是非基督徒，有时也会出于一种自以为意的感觉而故意虐待自己的身体。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传道的人可能帮助别人，然而他必须要留意自己传的道。希腊语"弃绝"一词是，人们可能会被拒绝，得到永恒的冠冕。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5节中也用到这个词，所以基督徒的救恩是确定的，但人若不为基督受苦，就不能得冠冕。保罗说的"叫身服我"，意思是叫他的身体为他效力。他能叫他的身体服侍他，而不是他服侍身体。叫身服我的意思就是灵性不因身体的需要而受拦阻。凡灵里愿意而身体软弱的人，都是没有学会攻克己身的功课。Yes, I believe what he means is that I don't give in to the demands of the body. 我相信他的意思是，我不向身体的需要屈服。So sometimes it means I have to endure hunger这意味着有的时候我需要忍受饥饿，or endure cold忍受寒冷，or tiredness或者是疲惫，or various pains. 以及各样的痛苦，To continue to push forward with God's work.来继续推进神的工作。So I forget about the needs that I feel I have. 叫我忘记我的需要感。
Now, I don't mean that I like whip my body as some of the ancient monks used to do.我不是说像古代的修士那样去鞭打自己的肉身，I'm not trying to be abusive or hurt, deliberately hurtful to myself. 不是故意的，去自残或者是伤害自己。But what I think Paul is talking about is a willingness to forget about what you think you need.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要忘记，你觉得你所需要的。And sometimes those are your most joyful times.有的时候，这些可能是你最喜乐的时候。I'm sure you've had an experience where you had some great work that you needed to accomplish.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有一些很好的工作，你需要去完成。And you get up early and you begin your work.你早早的起来开始工作。And you work throughout the whole day.这个一整天，你工作一整天，And it feels like it was just a few minutes because the work was so enjoyable. 但是这样的工作是让你感到如此的喜乐，一天就好像是几分钟一样。And you realize, I forgot to eat today. 然后你发现到，我忘记吃东西了。See, sometimes that's a very joyful feeling. 有时候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很喜乐的感受。爱自己的人在神的国中没有用处。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学习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功课。保罗之所以劳苦、牺牲、奔跑、奋斗，是因为受到前面神所要赐给他那荣耀奖赏的吸引。保罗的奖赏是成为基督的形象，经历基督的丰盛，因此这奖赏成为他一生追求的方向。这奖赏也是他最终荣耀的冠冕。主耶稣用十字架的爱吸引我们，十字架会通过我们而闪耀，我们也会得着十字架的赦免和应许。因此，我们应当凡事都当为荣耀神而行，只做那些配得奖赏的事。当一个人爱主的时候，他就会效法他，学习顺服他，留心神所留心的。当一个人说他爱神，却回避十字架，这意味着他不是真的爱神，他不愿意为他的信心付代价。所有基督徒都要背上保罗的担子和责任感。保罗说：“唯独使人发出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不能靠好行为拯救自己，但如果没有改变生命的证据，我们也不能得救。”行为从来不是获取救恩的门路，却是得救的人不可少的证明。行为换不到救恩，却见证了救恩。真实的信心必然产生好行为。知道我们已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我们克服我们感知到的需要、权力意识和世俗的欲望。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基督训练有素的门徒。We've completed this section.好，这部分内容我们讲完了。We are somewhat early, 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we'd be happy to take those. 好，我们这个讲完的有点早，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现在提问。Okay.有Good. 问题的话呢，可以举手或者是发到聊天里。Just give me a minute. Okay, my wife will be right back. Just one moment. Okay,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questions. We could spend a little time in prayer and then maybe we'll just end a little bit early, I guess.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做一些祷告，然后今天的早点结束。Lord, thank you for Paul's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主啊，谢谢保罗这样子的乐意舍己，Help us also to sacrifice for Jesus. 也请帮助我们为主耶稣舍己，Help us to take up our cross each day and follow him.帮助我们每一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他。Help us to crucify our flesh that our spirit could live more fully. 帮助我们，钉死我们的邪情私欲，让我们灵更加充分的活着。Help us to be willing to give away our rights请帮助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and to give away our honor.
放弃我们自己的尊荣，and to crucify our pride,钉死我们的骄傲，so that we can become weak as Paul was weak, 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变得软弱，and that Jesus could more fully live in us, 叫主耶稣能更充分地在我们里面活着。and that Jesus would be more fully displayed through us. 叫主耶稣能够更充分地借着我们得以彰显。We also pray for these Olympic Games, 我们也为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祷告。that you would cause more and more Christians to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their race. 愿你叫更多、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们认识到他们跑的是怎样的赛跑。That we also compete in a sense.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应当较力。That our competition is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但我们的教力争胜，不是为了我们的肉体，It is a spiritual battle that actually is taking place within our hearts. 乃是在我们心灵当中所产生的属灵的征战。We pray also that you would protect the athletes in Paris.愿你也保护在巴黎的运动员们，Please don't let them get involved in all kinds of depravity.请你不要让他们落入各样的堕落，Let them come in contact with Jesus. 让他们接触到主耶稣。And that they would put their faith in him. 让他们归信主。We thank you for this time together. In Jesus' name, amen. 我们为这一在一起的时间向你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Okay, so just give me a moment. I'm going to send a chat to Sean just to let him know. And Sean wanted to play something for you, so just stay with him.好，最后呢，我们把时间呢交给肖恩弟兄。他会给大家播放一些小视频。